要买破车。那不是破车。我在，而且我越坐越生气，那隔热纸又没有隔热，还被个没贴，这就是不能贴啦哦，那个就是不能要给人家看啊，不要丢脸呢，不会啊，那椅真的很小，我跟你讲，那就是比联航的经济舱不贴才帅，好不好？是经济舱，是联航的经济舱，是包覆感，而且我跟你讲哦，里面全部都汽油味。我昨天去接小朋友的时候，你不要让小孩这么丢脸好不好？我就下车，然后小朋友都觉得很丢脸。安全带还是那种那个赛车那种要扣这边，然后这边要两边。你那上车就要花下午好啊，下车要爬出来的话，告诉大家不要买破车。那不是破车，难坐的车就是破车。你不懂。最恐怖的是开一开会有那个汽油味，它里面都是汽油味，你开一开会中毒，我跟你讲。然后那个窗户没有隔热纸，坐在里面超热，空气也不冷，傻眼，破车，怎么会有你这种贪婪？哎，你懂个屁啊，这是你看这个内行人就说那是速垮速垮速垮速破车，速破车才对，这种车太不尊重，太难坐，我现在腰酸背痛。我觉得刚刚路边的头塔比较好坐。哎呀，经典车款啊，我跟你讲 A80 啊，我再插一台就挤满了。挤满什么？七龙珠？不是，这是一群自嗨的团体。没有，不懂不懂，我这边会看这种直播，绝对都是内行的。会看这种直播是没有水准的。行家。吓到了。这大家知道那椅子有多小吗？我跟你讲，我从交车到现在，你知道我停红绿灯收到多少个这样吗？怎么可能？真的。昨天不是在拍照，然后就有一个骑摩托车的阿伯，然后说：“哇靠，牛头，有钱买不到哎、欸！”哇靠，我听还有哇靠。不懂、欸、对啊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懂、欸。哦，如果你跟我说包包，我可能还比较懂一点，那我真的不懂、欸。那椅真的很小，我跟你讲，那就是比联航的经济舱还要不贴才帅，好不好？是经济舱，是比联航的经济舱，包覆感。而且我跟你讲哦，里面全部都汽油味。越开越嗨哦，越开越会中毒哦。那个行为叫什么？哎呀！而且我越坐越生气，那隔热纸又没有隔热，还被个没贴，这就是不能贴啦哦，那个就是不能要给人家看啊！不要丢脸呢！不会啊，台北都穿短袖了，你干嘛穿长袖？造型啊！对啊，对啊，不是啊，你女生你冬天都可以穿短裙，你不就是爱漂亮？我夏天爱穿长袖，你管我？对没？有道理吧？对没？梦叔，我会在也是因为刚刚有一台车没有贴隔热。哎呀，那就是帅的表现，帅的表现啊，是吗？真的啦哦，我昨天去接小朋友的时候，我就开着那台车去。你不要让小孩这么丢脸好不好？哎，我跟你讲，我要是看到有大人开那台车来接小朋友，我是不会让他。我跟你讲，我上次我是不会让他上车的，我吓死。小孩子还就嘴软。小孩子觉得真的很丢脸。对啊。可是大人家长都抱着羡慕的眼光。笑他，你干嘛做怪手这样子、欸？很大声的、欸。那才不是怪手、欸，那是怪手，那不是怪手，那超大声，而且里面有汽油味，当然。对啊，没有人觉得丢脸啊。我昨天停学校的时候，我就下车，然后小朋友都觉得很丢脸。我跟你说了，有个爸爸，他就一直看我的车嘛，他就想要吵死，然后就跟我对到眼，然后也是给我这样。不可能，真的啦哦，靠腰肌捏啦哦，那个到底，嗯，我按哦，3、2、1，哇，洗衣机呢？我拿洗衣机呢，洗爪啊，哈哈哈哈哈，洗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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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到了，就这样，时间到，开火倒数，不要死啊，别动，靠边，我得看牙膏呢，开一次，开一个拳就输1000多块，可恶，哪有？要不要再上诉？再上诉一个全家，不要。这谁要输？我们要进行那个1分钟挑战赛，就是我的目的全脸。在1分钟之内，我们只要把货全部扫光，这个谁要付钱？我们现在不能先找想要的东西啊。你们要计时吗？好，我计时。好，你拍，那个到底？嗯。我按了，要开始。好，快。3、2、1。我当然先洗衣机呢，我想洗衣机呢，好用啊。哦，那个好，那个好，这可以，端洗衣球也可以啊。啊，洗衣球啊，很棒。我完成16秒啊。
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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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啊，不行，就这样。靠边，我得看牙膏嘞。再来一次啊！一分钟很快，已经结束了，真的很快。已经结束了，要不要帮你买单？他会帮你买单。不会，不会好吗？哦，好吧。没有，你以后要倒数啦，那不省啦。干嘛在前面倒数？我丢脸，很我傻眼，这等一下你自己提回去哦，超重的。你今天领薪水啊？我不是今天领薪水，我是上1500。1500。可恶！要不要再上诉一个全家？不要，敢不敢？不敢的，我没用。全家直接拿一条烟，很快哦，超快，就在后面而已啊。哦，哎，1分钟真的超快，很快呢。我要再慢慢逛，我想说，我到底要拿牙膏还是要拿那个洗衣精？他还说，没有那个球的感觉很贵，洗衣精比较便宜，洗衣精比较贵。我前面有在手软呢。可以先把洗衣精放在我的车上了。好。哎，不对，我没有带车钥匙。算了，还是要拿上去。而且你知道吗？我原本今天才要去买洗衣精。哇哦，真的。嗯，好险你们有提供这个有趣的活动。哇，真的。对。想看我吃播？不要，能看死。嗯。东西好吃啊，但脸还好。对啊，烧肉会难吃是不太可能的。对 啊，真的，如果跟你吃，我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好。就是人，你家拢恁白了钱的，最好是不好。哦，那蛮好吃的，谢谢。你现在坐在蓝袍基尼的车上。哎呦，炫富哦！老板回牙刷车子被抽的。是啊，你一个鳗鱼饭500块呢。看看他衣服上的 logo， 他吃这个真的算便宜。我衣服上的 logo，你别安尼比就对了啦，哈，咩老鬼。我在请示你啊！请示你啊！不是你要吗？自己做的。人送的哦，我跟你讲啊，我是今天拢食平价的。对啊，确实。确实啊，我对吃真的还好啊，我不喜欢吃餐厅，而且主要是要好吃。大家在讲控马跟卤肉饭，我讲真的，这我非常的专业。我还是觉得真的是彰化的是最强的。我没有说它难吃，我还是会去吃，可是就是没有，就是要比。要比的话，真的是彰化的是最强。我讲这个故事，我以前最喜欢吃的是烧肉，是那个酱屋。然后因为洋葱喜欢吃金城一山啊，金城一山是我学长开的，我还是觉得说就还好。你不能说我学长开的，我就觉得他很强啊。后来去吃，还真的好吃。那你之前的评价是来自于？那我之前没有去吃过啊，只是洋葱就说哇那个超好吃啊，洋葱的话我就不信啊。对啊。哈哈哈哈哈。哭那么久，你去，你可以带我们去。你们可以去啊，傍晚上可以去啊。你今天工作？等工作回来可以去吃啊！太虚假了，今天啦。虚假成分。想看我吃播？不要，能干死。嗯。东西好吃啊，但脸还好。嗨。千万不要看到吃播。我们又不会去讲别人难吃，我是说好吃的还有更上面的好吃啊。口味很。对啦，口味很主观啦。我只是说我比较少去吃嘛，我不会说难吃，我就比较少去吃。喜欢的不一样。对啦，想要下陷阱是吧？我被干杯嗨啊！对啊，烧肉会难吃是不太可能啦、啊、就是看哪一间氛围你喜欢而已。对啊，真的，如果跟你吃，我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好。就是人，你家拢恁白了钱的，最好是不好。哦，那蛮好吃的，谢谢。对啊，我就多啦，饮料店比不了，每一间都有每一间厉害的。对啊，看心情啦，你可以礼拜一喝这个，礼拜二喝这个啊，就跟开车一样啊。真的假的啦？啊，你确定这发言可以吗？我都是国产车啊，我礼拜一开三菱啊，礼拜二开吉美啊，礼拜三再讲啊，开头塔，没有头塔，头塔卖掉了，礼拜三我开那个吧，斯巴鲁啊，怎样？国产啊，日本进口的而已啦、啊。我这不是炫富吧？我那些都是老车呢，有什么好炫富的？为什么我换到蓝宝基尼的那个按道呢？这边要跳掉，你现在坐在蓝宝基尼的车上。我按到的，坐好，没有系安全带，先开牛哦，阉牛啦，阉牛，哎呦，炫富哦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啊，老板，我也超车子可以开的，去死啊！你讲话难听呢，大破雷才能去死。我们来杯饮料。对啊，祝你。